OK，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好，我是 JY。哦，今天来去到台中啊，去到台中卸完了，现在11:30，我的北上塞车，南下车子也很多。哦，这个11:30呢，我们来去找用餐的地方。哦，今天 JY 要带大家来去，我的北上真的好塞，带大家来去国道一号园林交流道旁的自助餐，好像叫晋黄自助餐，来去看看它的菜色。看菜色如何？不知道好不好停车，我们来去看看。我也没去过 ，JY 也没去过，来给他去看看。好不好吃，好不好停，去一次就知道了。还有10分钟，10公里，下211K 的园林交流道，南下是右转，北上是左转，下去没多远。在马路边，不好停的话，就是包一包赶快走，再找休息站啊，还是什么的宽阔的地方再来吃，开箱再来吃。在3公里处，靠右行下交流道。在3公里，靠右行下交流道。时候也是要用 Google 导航一下。我北上又有事故，哇，小货车，我的北上今天就难搞了。靠右行，下211K 园林西湖，往西湖方向，哇，还有2公里。哇，这北上真的是惨惨惨。哦，开高速公路最怕，哦，遇到事故有的没的。我这随便一塞就是半个小时左右。下西湖，园林西湖。下交流道，在600公尺处，靠右行下交流道。靠右行。右行下交流道，然后岔路处继续靠右。岔路处继续靠右，西湖田尾。哦，刚好这时候肚子也饿了。早餐是。岔路处继续靠右。
早餐是在4点多吃的。在800公尺处，目的地即在您的左手边。800公尺，所以就是在交流道旁边而已。来看好不好停车。这边我也没有下来过。800公尺。我会占用到，看起来像是会占用到机车道啊。到了，怎么没有看到？莫非已经改掉了吗？目的地在您的左手边。左手边哦，有，哎，这边有一个空地可以停哎，但是被拉起封锁线。我们等红绿灯再来回转。这边也有个加油站。想可以停一下，这边有个休息站，封锁线，大车应该是可以停，结果被封锁起来了。我们靠右一点，来去包自助餐，进黄自助餐。哦，有人刚包出来，我们来去包自助餐。赶快包一包，赶快走。你好，我带一个便当。我要什么饭？饭可以帮我淋那个卤汁吗？可以。好。笋子。茄子。空心菜，那个龟苓啊，龟苓啊，不然这个好了，高丽菜，龟苓啊是什么？国语怎么说？菠菜。菠菜哦，是哦。啊，要做什么的？啊，你有什么的？空吧，然后排骨鸡排，然后白切。空吧，排骨鸡排，空吧。放肉好了，饭要帮我记得淋一下。这样多少？60，给你找一下。哦，你们这个都工厂订的便当哦。我们我来吃的人少，都是工厂。都是工厂订的、哦。来吃的人少，都是工厂订的。但是在交流道旁边啊，大车会占用到一点车道，包完赶快走。OK， 我们待会来开箱这个60块的
矿肉饭便当，看起来真的像是工厂的那种便当菜色。我们要去，我们来吃看看好不好吃，待会来开箱找好停的地方。 OK， 我们来开箱这个晋煌自助餐。哦，他老板娘说我的汤味噌蛋，味噌豆腐汤，这应该是味噌吧，还是豆腐青菜汤？哦，应该是豆腐青菜汤。我们来吃这个晋煌自助餐的60块的矿肉饭便当。好，60块。我老板娘说他们都是做工厂的，订的便当比较多。我这这矿肉饭还蛮经典的哦，还有这个菜一起卤，矿肉也不小哇，重点是还有2根牙签啊。我不小心没注意就咬下去了。60块，我还热腾腾的，茄子，饭有点偏软，酱汁跟中南部的味道也不一样。就是加了笋子看看，笋子好吃，很香又甜。来吃一下高丽菜，高丽菜也蛮甜的，难道是有放糖吗？为什么吃的菜都有点甜甜的感觉？好像已经一半的饭去了，重点来咬一口它这个矿肉，超级软嫩，这矿肉好下饭，好下饭的矿肉，很软，一咬就化开了。它矿肉好吃，这卤得很透，又很烂，虽然小块了一点。但是矿肉真的经典，它这个矿肉不输那种餐厅级的矿肉，然后都有点快像东坡肉的感觉，好吃。竹笋也很甜，笋子的味道很浓，
吃起来又有甜甜的感觉。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哦，可是那好吃哎，不错吃。哦，合 JY 的胃口，这间也不错吃。我大概有机会，哦，记得去买一下矿肉饭，这矿肉真的好吃。菜也新鲜哦，我说矿肉，我太软嫩了。单吃可能会太油腻，这个一定要配饭。哦，一下子就扒完了。这个矿肉，神奇的真的是这个矿肉哦，真的好吃。哦，好吃的矿肉，如果还有饭，还有一块矿肉，我想会想再来一下，再来，不是，再来一块，哦，好吃，哦，我们来喝看看这个是什么汤，哦，矿肉好吃啊，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矿肉。煮的很够味，我不吃，不会比那种餐厅级的大厨的那种，我们来喝一下这个汤。哦，有人说想看 JY 怎么喝汤，就是袋子这样拿着喝，我喝看，那袋子会滴破洞。蔬菜豆腐汤，哦，烫烫烫，哇，那个饭也都很烫，哇，好吃，哦，汤也不错喝，哦 ，OK， 哦，这碗慢慢来把它喝完，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